是这样的，我已经连续是不是三日是不是要跟自己说我要买剃须膏呀，不是的，今天我说啊，不如呢我今天一定要叫你买剃须膏，跟着呢我拿剃须膏擦你一二块面，当他是男人这样要剃须，这样我当我自己要剃须膏擦你块面，跟着呢要到下一个 top set 才可以捽，没痛的了，没事的，剃须膏没事的，可以的了，你可以过来的了，人哋会敏感噶，会生痘痘噶。你以为就系你要 talk show 就要顾住块面啊？头先你补咗粉，我睇到你有搽嗰个 makeup base 噶嘛？啊、yeah, ，makeup base 有嗰个咦，人哋都唔系男人。吓、啊，你唔系你噶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死我，原来误会咗你咁耐啊！我死你，以为你系男人嚟噶？好犀利。OK， 所以大家咧可以留意啦 ，KK 嘅 like page。坐低啦，坐低啦，小姐，唔系先生，先生小姐，坐低啦，小姐，点啊？我生疮点样？系咪唔会噶啦？你天生丽质咧，坐低啦，坐低啦。其实啦，其实全佢系为咗要用公司嘅钱去买剃须膏啫。知你嘅线啦，我自己俾翻钱妈咪噶。妈咪佢有俾钱你咩？梗系有啦。哇，我好荣幸啊，可以用你嘅剃须膏。系啦，而且你帮我开张添咧，仲系咩 brand？ 唔爱噶啦，等你搵我做代言先啦，我已經在包住有小氣地，你可以戴住眼鏡啊！嫁唔出噶會，唔緊要啦，我知道你嫁得出咗。你戴住眼鏡，我幫你計過咗。我嗰日去睇相，嫁唔出。我講幫我睇我嗰個煩鬼住我嗰個拍檔，我好驚佢逼我娶佢啊！咁所以咧點樣？你過嚟啲，過嚟啲。我未試過剃須膏。通常咧我會，我試過剃毛。我我會擠落手先嘅，我會擠落手先嘅。你我直接擠落你面定擠落手？唔得刺激。OK。嗱，通常你嘅嘴要咁樣吻住嘅，啊，咁樣咧就唔會掂到嘴唇，吻實啲。你咁樣嘴唇出咗嚟，真係孺子不可教也。咩啊？人哋都唔係男人。嘢冇聲啊，因為呢個咧佢好悶啊，所以佢冇乜聲啊。OK， 嚟啦，吻住個嘴，吻住個嘴，吻住個嘴，你因而剃须，嗱，吻住个嘴，如果唔系你食咗，唔关我事噶吓。跟住我哋咧，男人咧颈都会生须嘅，颈都有生须，你啊颈都有生须噶，男人，你，如果个牙都有咗，好威啊你，颈都有生须嘅。我叫你吃啊，自己又支渣要讲嘢。好啦，等先啊，我俾 T-shirt 你，咪咩飞？嗱，咬一咬，咬一咬，咬下啊，OK， 好 cute 啊，你个样，好 cute 啊，好啦，嗱，你要 keep 住呢一个，直至下一个 talk set， 下一个 talk set 咧就系开心车队，同埋咧就系开心车队，同埋。上嘢先，唔好玩，唔好玩。等紧先玩。开心车队，喂，上资讯。好嘛，电影精。好啦。哦，你死新 studio。新 studio， 你死！你头先话你面好干嘅，你死新 studio， 快啲买！我哋冇受成功。Over，Mr 入嚟咗啊！等阵，千祈唔好俾平姐见到。咦啦，你个笠上去，拉俾平姐会唔见到冇？你搞我鼻哥窿啊又啊！等我用鼻哥窿。系啊，我哋咧咁样嘅，诶。你唔可以捽啊！仲有一个特色啊！点样嫁嘅？唔该 email 俾我，我讲我点样嫁嘅。诶，唔好睇到啊！点样嫁？我叫你叫人哋去睇咩？我拉俾有11万人喎、啊。你 block 咗嗰啲人咪？你有可能嫁俾佢嘅人啦、啊。唔爱俾你入我拉俾啊！你死啊你！你啲啊！好啦好啦，多谢大家。哟，好乸啊！真系，做咩咁乸嘅？点样剃咁乸？做咩真系乸嘅？嚟，出嘴啦，俾你。
未熟機嘅，俾人知道我哋跌煲咗添。卡